笑哎、欸。好，等下就这样录嘛。好 啊，没有，已经开始了。哦，已经开始了。对对对。好好。哎，今天哎来这边你搞这么野干嘛？你搞那么野干嘛哈？啊，我要拆掉。我们这种装扮呢，就是要回到上古时代，上古时代，看看上古时代的人到底有没有腹肌。黑暗时代是什么啊？对对对，石器时代，回到石器时代。哎，干嘛？石器时代人有腹肌吗？那出力的蛮久的。对对对，蛮久。对对。啊！不可下岗啊！好了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挑战 PK 钻木取火。耶、yeah! ！那个秘技猎人代表我们猎到一头牛、嗯，然后我们有这个牛排。但是人类跟生物，就是跟动物的差别差在哪里呢？就是动物可以生吃，但是人不行。那是不是要有火？过去这个时代，就是上古黑暗时代的时候，是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让你取火，就要靠自己的徒手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模拟。没错，人类呢，这已知用火是非常久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其实真的能够第一个人类能够取火出来、嗯，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。太屌了！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文明的世界呢，已经就是太习惯有电灯，有任何科技，然后打火机随便一打就打出来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来，就是来那个。对，我们要看一下打火机到底可不可以打着奶头。不是不是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就是要来认真来钻木取火，然后我们要 PK 看谁在三个小时内，可以把火升起来，然后把牛排吃了，而且没有任何辅助工具。对，以前的人最重要是填饱肚子。没错。那如果三个小时内你没有办法把火升起来的话，你就把牛排生吃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这么残忍。好，没错。好，因为为了要吃食物，对，不要浪费食物。对对，不能浪费。升不起来就给它生吃。吃了啦，就生吃了。而且呢，现在这个地方没有搜讯，你也不能作弊了啊！我们是不能作弊的，任何道具都没有，我们没有带任何火源。然后这个附近呢，就是取决一些干柴啊、竹子啊、石头啊，来一点干柴烈火吧！哇！我干了，我干了，我干了 ！OK OK OK， 好痛哦！好好好好 ，OK， 那准备来 PK 了，来啊！先有柴才有可能生火，先把最好的柴都给他拿。第一点呢，我要先去准备这些一级火源、二级火源。我刚刚看到地上有一些，你来看，比如这种东西，但是这有点湿哈，所以我先把它备着放口袋。然后呢，因为我需要一个很可燃的东西，然后到时候呢，我钻出这个黑炭这个火苗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放在这里面，然后慢慢吹。这是我的计划。我的做法呢，就是先收集，想办法先收集多一点，细的粗的也好，等一下再来看怎么使用。这边有些干柴哦。像这些其实都蛮可燃的，但是重点就是它现在有点潮湿，可是我摸起来其实还行，所以我先把它放口袋。代表台湾，但抱歉我不是原住民啊。基本上，谁先吃到牛排就赢了。如果就算火生不起来，我生吃我也可以赢。你就敢生吃哈？你家卖牛肉面的？我现在去沾点水。沾点水。对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头发乱了。头发乱了，好，要整理一下。因为悠闲呢。你很悠闲，可以做一些这些无要紧的事情哎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要动，要动。现在这个东西可能可以成为我的火种，因为它有点干，然后它比较碎，但是我等一下还是会从竹子上面去削一些下来。这东西我们先保留，因为等一下要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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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个知识很专业，这是遵循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文化，用这边顶着的。我觉得我超有希望的，冒烟的，而且很热，很热，真的很热。Oh shit！ 没有烟，觉得我快磨到很烫的时候，我就没力了。感觉真的需要互助。太难了。要不要互助？一起磨，轮流磨，磨到有烟就有几率。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两两互助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人类要竞争呢？竞争对我们来讲没有好处啊，对不对？如果可以两两一起，然后完成它，大家有饭吃，不是很好？那个你还行吗？要不要让这个葱里面充满爱一点？我的感觉就是啊，嘎啦嘎巴嘎吉嘎啦！哈利路亚！为什么人要战争？互助不是很好吗？我觉得我们需要互助。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还是要生存。好了，那我们先放下，爱与和平啊 ，peace。巴格拉曼纳吉纳，哪个是你吉纳？有多过那吉纳有？好啦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爱与和平啊，是是是，然后两两互助，对，毕竟。在上古时代，大家能一起吃东西比较重要，谁还管什么战争呢？对不对？真的真的，想办法把火生起来，一起努力比较重要，一起磨。那你现在的方法是怎么样？我现在一样，我把这个木屑，你怎么搞出来这个东西？这个是那个树皮的纤维、哦，这个更好用、哦，这更好用。对，只是说它其实还是有点潮湿。有研究。来喽。哎呦，还好吗？还好。这个要先慢，慢，然后感受到热的以后再加速。一般一开始加速的话，你可能很快就没力了。那个味道现在很香，跟我刚刚的是一样香的，代表我其实是有机会成功。可是一个人的知识啊还是有限，要两个人一起。Bro， 有烟哦，有烟哦，有烟，加油！累，想换手。好，来换手。不行，快走，快走，快快快！对，加油，可以吗？再一点，坚持，十秒吧。有。啊！你累了、哦、好，差我们差一点，不用再努力。好，等一下，他现在已经又讲完了，我们还有最后一节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洞，这边这最后的机会了，最后的机会，这里，徐凯加油，加油，OK， 哇，真的很难，可以。哦，徐凯，不要，我们想好了，你们是这里的吗？糟糕，我们遇到麻烦了，完了，我们有肉，没有火怎么办？没有肉，我们要生活，一起生活好不好？一起生活，拜托，我们还要酒吗？这么现代啊，喝酒，没有火，好了，我们的小剧场没有，就是。好不好，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遇到这个不同的人，但是因为我们有肉，还要需要火，我们就要一起努力、啊。对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帮我们生活，帮我们生活好吗 ？OK 啦，可以啦，需要这个壮丁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努力才有饭吃。来，一起努力，加油！现在我们要重新用一个方法，就是把它反过来。刚刚我们都是把这个当作。在下面，现在我们要站着，然后刚刚重新找了一个竹子，
顶在肚子上，然后手握这边这样子去磨，可能比较有机会。那等一下磨热以后，就有一个人在帮忙这样搓一下，产生空间，这样子才有机会把它点开。最后机会了，再不行我们就生吃牛肉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太痛了，顾不得啦。哇，好烫！哇，好烫！碰到那个地，不是综艺效果吗？不是，不是，真的很烫。综艺效果，然后 YouTube， 对对对对对。什么时候要起来？快快快快快快点！啊 ，fucking！ 哇吧，吹吹。刚刚我们可能过猛把它弄断，但是基本上这一次是我们磨出来最黑而且最烫的。我刚刚真的是被烫到了，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再磨一次的话，是可以成功的。加油，不要放弃，守望相助。Nice，Nice。哇！有有有有！吃牛排喽！吃牛排了！吃牛排！我要吃牛排了！我要吃牛排了！哇！吃饭了！Nice, nice bro, nice bro。一下，然后没有更那个助燃的东西。熄了，熄了。刚刚我们差那么一点点，火就升起来，但最后呢，要把它放到我们的木材那边的时候就熄了，所以很可惜。可是至少我们成功的把火升起来这件事情，现在要再做一次，我相信这一次一定可以吃到牛排，一定可以把火升起来。哇！来来来来来来！真的是重复了好几次，哇，太感人了，太难了，保证无作假，保证无作，真的，我们本来中途真的，大家想说，大家想说要不要作弊一下，但是说真的，我们都没有带打火机，对，没有打火机，没办法作假，无法作假。重点是我们这次如果不成功，我们就要离开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，都有路程。真的，刚刚这整个过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真的好想放弃，真的。我觉得每一个步骤都很难，一开始我们觉得要钻木取火那个过程已经很难了，然后有一点点火苗，然后哇准备要成功了，结果火苗熄了。对，来了那个徐凯，这个给你，然后
真的感谢这个世界的美好，没错，感谢创造一切的万物的神啊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！我觉得没有真的食物或什么的，我们也活不下去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感谢有食物吃。然后也感谢先人们，就是流传下来的这个技能、技术，然后我们越来越方便。对啊，我们现在有打火机，有那个什么卡式炉啊，卡式炉、啊、太方便了，太方便了。以前要这样子搞，我们真的就是在体验他们以前的生活。真的，然后尊敬他们，真的是尊敬他们。你知道重回这种黑暗远古时代，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先吃一口啊，先吃一口，吃一口。哦，哇，真的好吃，太感人了、哦，说不上来感人的味道。来，分享一下，来摄影师吃一口，来，成功啦。哦，徐凯，我其实这次有一个很大的。收获是，就是我相信在古代，就是我们人类的一开始，真的是爱与和平。因为你要靠一个人把火生起来，或是你要能吃到食物，真的很难，太难。你必须大家一起努力，然后不管是猎食也好，不管是生火的过程，你如果大家没有一起努力，你怎么生存的在这个世界上？所以我真的非常相信。以前啊，真的是充满和平。然后每个人都有他的技术，他的专业。像我刚刚就是割这个凹槽。对。然后你们两个就超级会钻木取火。我们真的是靠肌肉的。然后他又非常有耐心。说真的，我一度真的觉得我快被呛死了。而且为什么？为什么风现在突然往这边吹？哇，真的是感人。感人。有什么收获？我想吃肉，想吃肉，跟大海人出来玩还蛮好玩的。好玩，上山下海。我们早上本来要去冲浪啊，我都不要。跟我去、這個、找一个新鲜的，真的。我要徒手生活，还有跟秘境猎人。然后我家人呢想说，开什么玩笑？对，一定失败了。然后我姐说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姐说，你不要拍这个东西，你拍都没有女朋友了。再拍下去都没女朋友了。我觉得这太帅了吧！这谁可以生火成功啊？真的太帅了！而且我们第一次哎，重点感动，感动，感动的肉，感动的肉，感动的肉，好不好？这个世界还是很有爱。他也回应我们，他回应我，有爱，竹子会爆。他说，他说，垃圾请带走，环境要爱护，对，无痕山林运动。我们等一下会把它清干净，对，然后绝对不会留下那个余火。对啊，好啦，我们要总结了，就是我先说啦，就是大家真的是，当然就是我们学习多的技能啊，还有这样子，学习一些古老的这种原始科技，我觉得很棒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个人觉得爱很重要，爱跟和平，大家一起帮忙，一起努力。然后这个世界更好，最重要的是垃圾啊，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喜欢流行这个露营嘛，那这些自己的垃圾真的要带走，然后保持一个美丽的一个大自然，让大家都可以享受，好不好？没错，对，好，欢迎我们徐凯讲大道理了。没有，就是啊，其实不要浪费，稍微，我从小就想要。尝试这件技能，然后呢，很感谢大海旅人有这样的企划，然后，我们就是真的也，我也没想到说它的难度有那么高啦，然后在这过程中也发现，真的我们要彼此互助，然后才有办法真的很顺利的成功，然后真的觉得。就是爽啦，升起来了啦，真的没有什么话讲说，就是爽。好，所以我们挑战成功了！耶！哇，他把我烧死了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毅，谢谢你收看这支影片，别忘了记得按赞、订阅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